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就来到台北的上孙新香 Q 饭团，好，很久没有来了。报告老赵。哎，老板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你在家没？哎，还没。哎，想请教一下，就是贵店在两个月就端午节。对，我对，端午节我们就退休了。怎么会这么突然？去流浪？没有啊，流浪。只是你进前来，我们只是没有讲而已。哦，对。你进前来，你来吃炸汤圆，我不跟你讲。好，这样，那这样月底月初的救星这样就消失。我们这个端午节啦，麻烦你讲。我们没有中乐透，有的是中乐透啊。我之前都开玩笑说，中乐透了，然后我有做到箱子里面拿一个隐藏码出来给大哥。哦，好，哎，那我14张。好，那我就要两个饭团正常加蛋，然后一个第三个只要肉松就好。好，等一下。哎，是，哎。还是说就是身体要先恢复一下，因为时间太长了。然后以前呢，家里有公公帮忙，现在家里我昨天8点半去睡觉，9点客人来一次，10点客人来，我们一天只睡5个钟头。哦，是。8点睡觉，1点起床嘛。然后除了中间都打电话来，我们都睡眠都不足，每天都睡眠。都说现在越来记忆力越不好了。对，那会不会休息一阵子会？应该几率不大。好，几率不大。哦，这样。好，好，那谢谢那对不起你。那各位朋友就珍惜这最后这两个月啊。谢谢。你有豆浆奶茶吗？老板，这两个隐藏码帮我装起来，给前面那位帅哥美女。好，那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啊。我看到大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听一下饭，马上帮你服务上去。哦，好的。拍谢你。嘿。大哥，你来，我给你请时间。哦，不会，不会。我想你今天请工作学习，应该。不好意思。哎。没有。因为刚才要等半小时啊，他说先去逛逛了，钱已经付了。啊，现在只还欠他一份的报告，加他一份饼。那有规划说？退休要去哪里走一走？他们要去做志工。啊，志工。有可能跑去庙里帮人家煮饭。哦，有可能。是。阿弥陀佛了。没有，可能跑去。卖沙土。哦，是。因为好朋友妈祖嘛。会啦，就是做一点比较轻松的，不要那么累。哦。不然啊，哪一天暴毙都不知道。我长安，我可以。给你集中一下，给你下餐啊！两个，是，我较胖。三杯豆浆，一个萝卜糕，一张饼，饼帮你半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有事？好，饭团先给他了。大哥，可不可以我？好，那是香港的朋友慕名而来啊。40加70，215，饼一张100，加蛋，所以215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，路上平安，路上平安。9点半。大哥，你今日豆奶要豆奶奶茶？豆浆一杯，谢谢。好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要温下冰的，哎，冰的，谢谢。好啊。5月2号到，会当讲未？5号休息，5月25号到29号休息。那5月的只有2个礼拜休息。还要去玩吗？我跟你讲啦，为什么会说端午节？我们是用的是老菜粕，然后就是这个时间把老菜粕用完，所以说端午节前后。什么时候用完就什么时候没做，也有可能会提早的。因为我一年都不会冷的，哎是。啊，我顶地啊，我就一进家是两年前的菜脯，哎是。对，啊，我现在实际上从去年度我就在绕扣子啦，哎是。对，我就绕扣子啦，只是你那时候来我没跟你讲。哦，是。啊哪啊哪，是。哎。了解哈。然后人家说为什么说要加那么多？要加那么多？
哦，鸡蛋啊，不差。大会报告，这一个打结的，就是迄个没有酸菜菜脯。啊，是，嘿。一个鸡蛋，大哥的两颗好，妈妈的锅，对不起。来，大哥你的好了。哎，好，是，哎，你先。好，就先从这个豆浆开始啊。虽然这家店已经吃过了，但是听到他想要歇业的话，还是蛮令人震惊的啊。啊，可惜啊，这个东区超平价的美食，月底月初的救星，他就要退休了啊。好，再是这个满板饭团啊，吃到真的是饱到中午。好，那这样吃给各位看啊，满满的好料啊。40块了，然后再加一颗蛋，嗯，哦，油条非常酥脆，然后糯米就煮得刚刚好，嗯，嗯，好，满满的料，满满的诚意啊。哦，想吃的朋友赶快来哦，时间不多了。嗯，哦，真的很棒。然后这个蛋就煎得香喷喷、香喷喷的啊。哦，超过120分的美味啊，赞！而且好吃不贵啊。嗯，哦，超棒！好吃又美味，嗯。哦，超好吃！那我今天用前镜头比较多哦。好，哦，真的很美味哦，酸菜油条、肉松，然后蛋，还有煮得恰恰好的糯米啊，这样包起来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饭团，真的很美味。哦，这无敌大饭团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哦，差不多是一般人家饭团两倍大。谢谢，放下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摊子这边，再多照一点呢。哦。哦，还有三明治啊，哦！三明治二十几年来都没涨价，一个都20块。哎，是，对，哎，二十有两个，有荷包蛋、葱花蛋。你们多少钱？如果继续卖下去，会再福利呀，啊！那东西一直涨，我们三明治都没有涨价，二十几年来都是一个20块。哎，
对，我说，而且都有包猪肉啊，有包鸡肉啊，肉松啊，尾鱼。老板，一种700到，现在买到1300一箱。如果您愿意继续做，我们这市井小民才有福利啊。我但是这不能勉强了、啊。没有，到端午节先休息一阵子啦，然后几率很低啦。哦，因为我们一天都17个小时，太累了。是。然后想说，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。哦，是，嘿，老板娘辛苦了，哎。一杠，大概只二合一，来了，帅哥美女。好，那就各位朋友就把握最后的机会了。哎，更红。哎，我坐在，我等待时间。阿天搞的，爱倒点奶茶的。改天可以喝喝看，浓度都有七，大家可以做到50度。哎，等一下我这边大哥，来，45。还要辣吗？好，那各位朋友就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